阿贝，我来了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，欢迎回到我们的《平民这样玩》。那今天呢是阿贝这一服开服的第七天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练度啊。好，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今天会有一波这个大爆声，好不好？记得帮阿贝点个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你就可以收到阿贝最新资讯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 ，Go Go，OK、okay?。那么第一轮心愿派对这里，我们呢，我是跟出了一次这个保底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可以来把我们的风外婆上到六星啦 ，Go Go。现在马上就来给他出发了，好不好？马上给他上到六星了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。我这边六星好像还有生了一个婆婆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啊那就不理他了啊那就不理他了，那我直接升了，升星上去了，升到这个六星这个强度啊，就会差蛮多的啊，就会差蛮多的，那我们把它吃下去，啊来，暗黑骑士，黑龙魔女。暗黑骑士，欸，其实暗黑骑士先留着好了，先吃黑龙魔女啊，来，欸，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，不然等一下不小心吃错，其实会蛮亏的。OK， 那我们的风外婆呢，就给她来到了145等，来，欸，我们风外婆这等级可以提升吗？哦，不行啊。他是我们这个共鸣的伙伴，因为之前他等级太低了嘛，所以呢就先让他做一个共鸣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速度要提升的快一点，不过这个速度还是差很多，2129，还差400，还差400。不过我们现在呢是可以来回退一下。哦，先来把这个回退拇指姑娘，哦，因为我们可以主升风外婆了，应该是可以了。来，那我们就把这个风外婆拿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去重置一下风外婆，欸，不是拇指姑娘，嗯，哦，这里，我想说怎么找不到。来重置一下，因为待会呢，我们这个风外婆啊，就可以再拉到更高的等级了。我们可以把它，对不对？上到这个七星，那等级呢，我们就又可以再往上的来做一个提升，等级直接给它拉好拉满。希望呢，在未来的不久，可以赶快的，哎，再抽到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直接先吃了啦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也用不到，先吃再说，先爽再说。啊，不要提醒了啊，不行啦，那个不要提醒，不能勾起来啦。等一下，这个不小心吃错了，但好像来不及，算了，那就不理他啦。来，继续来把这个等级给它提升上去。OK， 165，风外婆等级来到了165。那我们来提升一下它的这个速度啊，速度非常重要。那这边呢也是速度，我们看一下，速度加迅捷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速度多少了？哇，还是差一点。2797啊，2797，哇，差一点，这尴尬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这个就紧绷了。哎，我们这边还有这个，欸，一个毒果巫婆六星的，也就是说呢，我插几支肥料，又可以再往上的来做一个升星，那基本上呢，速度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不过呢，现在呢还是没有办法的，那现在没有办法，那
那就再等一下吧，也只能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也只能这个样子。哎，我们来去合成一下，看能不能帮他穿一个加攻击的装一个这个符文。来，我们来合成一下，加攻击的就好，不要求。哎，哇，真的给啊，真的给，很可以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边加攻击给他穿上去，哎、欸，我其中有两个哎、欸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风外婆的速度，还差蛮可惜的呢，就差50几的速度，但是要提升，应该目前看起来是啊没有办法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提升一下我们的默多吧。咦，默多还不够，我们现在抽抽吧，好不好？现在抽抽了，来够够了，该抽了，抽一波。然后今天搞不好我们可以把那个啊，今天应该没办法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抽到白雪游历啊。抽到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白雪游历给它上到十星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各位观众，气在来，白雪游历。风外婆，哇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对，没关系，来，气再来，白雪游历，风外婆，糟糕了，为什么脸可以这么黑啊？上次还有观众留言跟阿贝说。哎、欸，我终于跟你在玩一样的游戏了，终于找到有人跟我玩一样的游戏，什么意思？哎哎哎，不要再给我光的了，现在就不缺，暂时就不缺，对不对？然后光也不给我好一点的角色，都给我一堆肥料是怎样？对不对？应该给一些什么好的吧？来，有没有机会再出货？单抽出奇迹 ，OK， 没了，没有奇迹了。哇，这个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来，差六个，来了，风外婆，白雪游历，风外婆，哇哦，居然抽到这个，可是我又用不到，呵呵。我又用不到，可是还是先留着吧，还是先留着吧。哇，你居然抽到了这个菲利公主，谁要啊？你给我封外婆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你个屁啊！哇，哇，你个妹啊！是的，乱七八糟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好像还可以再去开一下这个碎片，好不好？来。来咯，单抽了，这海底捞月对不对？我们直接捞一个风外婆，或者捞一个白雪游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羁绊吧。哦，哦哟，赞哦，又提升了1000多的战力啊！这里可以拿到这个羁绊收集。哎呦，拿到三抽。三抽不知道够不够哎、欸，够不够？我们来去做一个提升。我们先来把这个 buff 给他领领，对，把那个我们的羁绊给他领领，来加战力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三抽够我们再抽10连吗？不够，还差三抽。好了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先来这个好不好？先来抽一下碎片。各位观众，白雪游历来啦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才好运过，马上呢，风外婆就要来了，风外婆，风外婆，哇，看到肥料了，哎呀，又是肥料啊，怎么那么多肥料？都到一个。让人绝望，能不能领到了？139，还差一点。我们还有地方可以抽吗？我看一下。幸运魔轮，
没机会，没得抽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下心灵召唤，有事抽，来了，来了，该出了吧，风外婆，外婆，我召唤你前来，风外婆，来了，该出了吧，不是你啦，风外婆，不是你，风外婆。好啊，好啊，最后一抽啦。哎、欸，对，对，哎，干，干，这人太扯了吧？有人这么衰的？有人可以这么衰？好啦，来，我们来挑战一下，看我们现在这个积分应该可以打到更高分了。我这边直接上了这个四毒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四毒为什么？因为很毒啊，给大家。分享一下好不好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伤害，非常的恶心啊！读起来一直读一直爽。好了，他先打一下，我们先来开到这个第六层。那开到第六层呢，我们就可以去。哇、哦，灵物秘卷十个拿到了，还有高能晶石三个，对不对？看有没有拿到高能晶石三个。哦，已经可以。哈？哦，这大奖是我的 哦，所以他那个大奖是算在这里的，我已经可以进下一轮了，是不是啊 ？No， 哦，所以说那个高能晶石三个没抽到、欸，哎，没差啦，没差那个高能晶石三个了。第三轮我们要选什么呢？我看一下。高能晶石十个，哎、欸，不能再选十张的那个灵物秘卷了。好了，高能晶石十个，可以了吧？来 ，Go Go！ 刚刚没有抽到那高能晶石三个，好像有点亏、欸。奇迹卷，高能晶石三个，谢谢，哎、欸，谢谢，哎呀，又可以抽啦，又可以十连了，哎呦！我看一下我们这个伤害打多少？哎、欸，打了多少伤害啊？第二名1343万啊！刚忘记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谁打这么痛，对不对？这边可以看个人记录，打这个 boss 会有吗？没有。我刚本来就要说给大家看一下，结果按太快了，那就算了吧，下次吧，好不好？我们会拍这个。另外拍影片，或者说我搞不好早就拍了。来，再拿个十连出来抽抽吧。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拿的？五星碎史诗碎片两个，没有啦，没有其他啦，我们就抽完就可以下一轮。这最重要就是这高能晶石三个。来，哦、该出大奖了吧？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大奖可以出了，出 ，yes。赞，下一轮，拜拜。看一下第四轮，哇，第四轮，第四轮这边可以选经验呢，经验好像不错呢。经验是10万，10万经验是100，哎、欸，20万经验是100，哦，这价值2000的钻石，2000钻不错，哦，这个是1000钻也不错。哦，就看你缺什么。哦，这边呢，我来选这个经验，我们先冲一波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经验现在目前蛮卡的。哎，可是这边要抽到大奖应该没机会啦。我看一下这边也是一样，高能晶石三个，对不对？最好来给个高能晶石三个，三个高能晶石，谢谢啊，没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抽一下，好不好？又有20抽了，哇，太爽了！哎、欸，可是我差不多应该要存了、欸，哎，是不是该不该要开始存啦、啊？这能这样一直抽吗？不行吧？我们看一下，可是我现在缺这个火的肥料呢。我看一下，这边先合一下。我要把这个墨多往上来做一个提升了。我看一下够不够肥料了？哎、欸，够了、欸，够了，够了。OK， 那我们的墨多。就来到了八星了 ，OK， 再来，
红心女皇，看来他要小心一点了。我盯着他，搞不好等一下待会就可以把他吃掉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整体战力来到了，哎，战力怎么下降啊？哦，因为外婆下去了，哎，这边少一个人上来了，我们这边可以上这个拇指姑娘啊。哎，想骗我的钱钱啊、哦？骗我的这个花钱的地方，我不要，不理你。让我们共鸣水晶再共鸣起来，那共鸣一下这个。看一下共鸣谁啊？共鸣拇指姑娘，拇指姑娘很奶，还是加一波攻击，直接打一波爆发？好了，拇指姑娘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增加一下我们的这个生存能力。OK， 拇指姑娘上阵，三奶两一坦一输出，对不对？OK， 全部同步。哇，是蛮想把这个红心给吃掉的。嗯，啊，不然红心直接吃掉了啦，对不对？红心直接把它吃掉，爽吃一波。那我现在如果要吃掉红心的话，对，假如说他先把它克掉了。那我肥料还差一个，好了，再抽一下，把我们的这个弩弩，把我们的弩哦，这边有拿二十抽 啊，先跟完这一次活动了啦，对不对？这一轮先跟完嘛，可以拿 skin， 对不对？可以获得到这个1%的攻击，还有1%的生命，好了。那先跟完这次活动吧，我看一下，那我们先冲一波嘛，不然一直蹲，对不对？一直蹲，玩到什么时候都不知道了，一直蹲干嘛？来，开抽，一直抽一直爽啊，对不对？来，风外婆要来了吗？不要你啊！哦，双胞胎 ，OK， 我看到这个红心女皇的命运了。啊，要被吃掉了，要被吃了，啊，基本上也，哇，不是吧？风外婆出来了，哎、欸，不要，二十抽都没有出金哦，哎、欸，太扯了啦，气在，来，该出了吧，风外婆，暗黑骑士，风外婆，哇。心脏蹦蹦跳、欸，可是没有出啊！哦，抽的好爽啊！买999，再抽，再抽十连，风外婆，各位观众，白雪游历或风外婆，哎、欸，太扯了啦！怎么可以脸这么黑啊？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海底捞月，干又是菲力，干你个菲力嘞！妈的，一直来，就已经够飞了，还给我来这个菲力，是要多飞啦？不够，嫌我不够飞就是了，是不是？妈的，飞飞飞，你老师哎、欸，很夸张哎，一直来是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我要去看一下我那个。独孤婆打的痛不痛啊？不痛，我就给他吃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姑婆到底打的痛不痛啊？因为他那个几率有点低，对，四回合才有50%机会上毒。那如果什么？如果他八回合也有50%几率上毒？结果他两次都没上到，那他打的就不会痛啊，对不对？还是说我们就留一个五星的就好了，留五星的一个独孤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伤害数据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也是打了100多万呢、欸。对啊，146，哎、欸，也是不错呢、欸。
独孤婆有放到这个剧毒啊，对不对？还是不错呢，146。那如果我下他，然后上我们的这个呢？可是他应该打不痛吧？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试试看，看能打多少的伤害。如果我们的莫多也能打到个100万啊，那我就可以直接果断把那个独孤婆吃掉，对不对？来，开，哦，莫多打了83万，跟我们的这个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差没多少 ，OK， 克掉，差没多少啦。先让我们这个外婆升上去吧，之后我们再来升。哎，要吃三只哎，不行，差一只。哎呀，怎么差一只？尴尬啦，尴尬啦，尴尬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行啦，什么没关系啦，很有关系、欸。我本来想说哦，就变成放一个四星的这个黑天鹅，但我怕他的这个攻击会不会少很多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怕他攻击少太多啊。如果是放四星的，哎，其实没差多少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可以哦。四星的是这个攻击，我们再把这个装备移过去。不对，搞不好就根本没差多少。刚是21000攻击嘛，那我们给这个四星的来穿。我跨买几嘞？我跨买几嘞嘞？对不对？这攻击的给它加下去。哎、欸，21000耶！哎、欸，都没有差多少呢。好了，那就可以吃掉啦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就可以吃啦。1、2、3啊啊！梦魇。嗯，还是做魔敌人，我也用四星的就好啦。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对嘛。这魔笛人现在攻击多少？我看一下，魔笛人攻击21196，21196。可是我现在这个满人嘞、欸，怎么办？这里满人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先吃再说了，好不好？21196，来。吃，至少为我留个四星的 ，O 不 OK？ 来，那这样我们的风外婆就上到八星啦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八星风外婆！诶，这边直接吃掉风外婆礼包169，1690，不是吧？竟然诱惑我！封外婆礼包3280加15000，10000钻，好不好？10000钻，应该算15000吧？给他算贵一点，再加这个收益的，这包怎么算呢？哎、欸，这送48小4个哎、欸。哇，这不知道可以开到多少的这个资源呢？不知道，比较难算啊。不过这个返利应该只有10几倍啊，没关系啊。这个还有12小，思考一下啊。我们给他思考一下下，不急。不要了，干嘛出那么多啦？对不对？1690哎，20倍返利是最少吧？对，这个还差太远啦，不理他，想在那边
骗我。哎、欸，别人都无氪都，你今天你抽到个风外婆，你就现赚15000赚了，对不对？哦，甚至20000赚，削烂，你们真的是削烂。我呢，我还要在那边花钱抽，你说可不可怜？就问你可不可怜？但我能怎么办？我就是可怜仔。哎呀，真羡慕你们抽到风外婆的你们，真羡慕。什么时候分一只给阿贝抽抽呢？不要自己抽嘛，分给阿贝一点嘛，是不是？你们自己张抽好意思吗？你们当然好意思啊。所以说分给我抽干嘛、啊、你们当然自己抽啊。好吧，算了，我来坦好不好，都给你们抽好不好，我都不抽，都给你们抽，我也整这个样子啦啊，我也抽不到。我也抽不到，只有你们可以抽啊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我也认了，认啦、啊、逃雷雷嘛，我能怎么办？系统就是不给我啊，他专门欺负我啊，那我也只能认了，好吧，好了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可以再来提升一下我们这个，哎、欸，风外婆的速度2531，好，可以了 ，OK， 来，速度等级升级上去，好，速度超过了 ，OK， 超过了我们的这个。超过了我们的这个白雪游历哦，名字真的很难记耶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来去爬塔应该可以再爬非常非常的多哦。这个塔，等我一下，我们待会呢又可以再抽吧，应该没问题了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又再爬塔。好，待会见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呢，经过了一番的努力。是推到了240层，耶、yeah, ！又拿到五星的史诗碎片啦，嘿嘿！来开啦，各位，来看我们今天能不能来把我们的那个谁，把我们的莫多升到九星来啊、来个风外婆，风外婆白雪用力 ，OK， 来个火系的肥料可以。那我们这边呢？哇，我们今天真是一波大爆升欸，一波大爆升，对不对？来哦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，我们的莫多来升到啊，这个莴苣少女，来看一下她的技能。哦，这个要玩纯火的，对不对？为三名最低的友方补血哦，并提升 20% 的爆率耶、欸、哦，很猛耶、欸、并提升 20% 的爆率，欸，这个猛耶、欸、怎么漏了看他啦，莴苣少女哦，但是这一招第三招就比较还好，前中牌附加伤害加深，主要是这个伤害加深啊，对，比较实用一点。那伤害就别想了，这个伤害没什么屌用。那比较偏向是个进攻类型的，哎、欸，莴苣少女其实不错哎、欸。哦，然后这个可以使敌方持续负面效果这个伤害。如果你有练莫多的话，它可以是什么？增加 40% 的一个产生负面哦。根据总伤还可以回血，持伤可以回血。哦，莴苣少女不错啊，它主要第一招其实就蛮棒的哎，提升 20% 的爆率啊。还可以提升这个抗爆跟受疗，抗爆很猛，对，抗爆很猛，而且还可以让这个
受击有 70% 的攻击者可以释放哦，这个而且他 CD 是两回合哦，这个蜗居少女猛，蜗居少女很猛，他是群聊很猛啊，不能吃哇！我刚差点想把它吃掉，那吃谁？吃红心女皇，你妈的把你吃了哦，因为我也养不起你，好不好？那我直接把你吃啦，来，红心女皇，我养不起你啊，来吃掉。我宁可留我们的蜗居少女。我刚才本来想说蜗居少女我要升上去吃掉了，但后来想说算了啊，算了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呢，就可以来把我们的莫多上到九星了。哇，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那蜗居少女，我们把它给练起来，好不好？蜗居少女猛猛的，一二三啊，肥料不够，好吧？可惜，可惜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们至少把这个莫多等级拉起来，哇，又更猛啦，195等 ，OK， 唰，198啊，不对，不对，等一下，有地方怪怪的。哪里怪怪的？我把我的，那我这样子就没有，就没有共鸣啦。霸气啊！对，我想说，怎么突然经验这么多，让我升这么爽啊？所以我们这边来升这个拇指姑娘。那我们这个重置一下莫多，拍谁啊？莫多拍谁？我看一下啊，重置的话需要花钱吗？应该不用吧。开服前七天免费啊，来 ，yes， 啊，还可以，八七了啊，八七了，八七了，对呀、啊，我们要把它升到145就好了。所以说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战力哇，提升非常多呢，哦，很开心哦，大幅提升，对不对？赞。欸，蜗居少女，我刚看漏了、欸。对，我觉得看漏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赶快去那个。等一下，差点生太多了。再来生个拇指姑娘。拇指姑娘把它上到145等。有拇指姑娘没什么话好说的啊，就是奶啊，对不对？奶量惊人。那这样呢，我们这个阵容其实。古尸蛮多的、欸，哦，那这个拇指姑娘赞赞哎，对，配莫多，莫多的话配拇指姑娘蛮不错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啊，莫多配我们的蜗居少女，蜗居 ，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这边来带个攻击，哇，攻击加1000多，还可以上什么终极护盾？这个给，这攻击可以加1000多哎。那我们现在整体这个等级 OK 了吧？那可以再往上拉了吧？没问题了吧？对啊，我们这个等级可以再往上拉了。180啊，一样是180。那这里给他上加护盾。那加攻击，他也可以回复他的这个生命啊。那我们刚另外一个这个是给他带什么呢？来给他带，带这个再生，对不对？回血。那我们符文再来去升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符文还蛮多的嘛，把一些没有用的，我们就来去给他做一个合成。命中还好，其实命中不错啦，哦，比这个压制好。那命中先留着。我们就先去弄掉一些比较烂的防御免伤，防御免伤算还可以，穿透不错，迅捷不错，可是迅捷没有带配到速度，基本上就效果没什么用。伤害超过昏迷，这个也加生命的话就有点烂。攻击这个留着吧，攻击先留着，攻击还蛮不错的。灭魂攻击配灭魂更棒。
这边难抉择了，这边有点难抉择啊，穿透吧，这个加防御的，我出一个好的紫色，复活，攻击提升 20%， 好像适合给我们莫多呢，可是莫多这个加护盾，他这个血量多少？我看一下，血量58万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好啦，那这个给他带这个加护盾的，其实给别人也可以啊、哦，不然这个1000多攻击装在身上没用，其实蛮浪费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给他装个防御嘛，对，装个防御，然后回来起来可以加攻击，加攻击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增加这个回血量。那啊，不行啊，这个，哎，这边有加敏捷呢，这样速度会不够呢。2610，对啊，这个如果拔掉速度会不会不够啊？但其实这个装这个怎么减速？减速其实不错哎，哎，这颗给他装确实不错，确实不错。那这个防御要给谁装？哎，哦，他的血还比较多，什么45万？啊、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这血怎么那么少？哦哦，因为他九星了，废话。OK， 哦，我忽略你了，那这边给你穿。啊，最主要是他九星嘛。这个看有没有什么还可以再加攻击跟神佑，对不对？还有机会复活嘞，8%有机会复活，不错。哦，然后又可以加这个奶量 ，OK。哦，这给你装，哦，这给你装，啊，这其实等级可以提升一下，然后它奶量不错，一件穿戴，哦，穿比较好的装备啦，我们装备也提升一下 ，OK，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人什么人穿了我们这个装备啊，装备给我们还回来吧，只有偷穿装备的，自己出来。好像没有，没有人穿 ，OK， 好吧，没有人偷穿装备。阿里是不是你？你有没有偷穿？没有。好，哎，来，好 ，OK， 那这样子呢？这样子呢？我思考一下，这个可以再提升一下，不过他这个血量确实有点少。啊，先提升我们这个补血机好了。对不对？我们也要关怀一下补血机嘛，人家补的多，对不对？也是有贡献的，不要想说它是肥料，我们就对不对？就把人家当肥料在那边看。OK， 啊，这个也穿个装备，然后加个攻击啊，稍微加个攻击嘛，对不对？加减补个血，来帮忙补个血，好了。OK， 那我们最终战力怎么变少？哦，因为我没上阵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没上阵，因为我们刚刚把它弄掉了。OK， 我们战力是多少？看一下哦，158万，排亲亲啦，排亲亲啦，158万。那待会呢，我们未来会吃掉拇指男孩给这个白雪上到十星。不过呢，我是会等阵容六个人。我、哦、这个神到底有没有可以上谁啊？神啊，我一个都没有那个苏菲，真的很衰。我一定要有那个哦、啊、女仆啦，真的很可惜哦，一个女仆都没抽到，我脸怎么可以这么黑啊？黑到一个炸裂，对不对？这身边真的很可惜啊，不然其实哦，升这个。仙灵玛丽不错，对不对？驱散 buff， 嗯，升个仙灵玛丽变成双输出，可这样子这个奶妈就有点少，就整体这个就变成有点辅助了，这样可能，嗯，
但是驱散这个 buff 倒也是蛮不错的啊，现在 buff 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什么四保一，我们来出一个仙灵玛丽，把你 buff 清光光，看你再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也是不错啊？对，把你的 buff 清光，不然现在一堆人 buff 那一加一堆，其实也是不错哎，尤其是这种。这个 buff 一次上很多的这种，像是风外婆，对不对？哦，风外婆是只有提升，它这个是算一次吗？还是会不会？哦，它是算一个啦，强效药剂一个 buff， 但是有些人会上到两个，例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，也其实辅助蛮多选择的。哦，这就，哦，这是格挡盾也是上一个，哦，也是上一个。好了，这周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思考。我们这集好像影片有点太长了，那我们再来去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PVP 的部分啊。PVP 部分肯定是蛮不错的，速度2610。OK， 好，来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打架。哇，我们这集真的是拍很长，但是满满重点，好不好？满满的重点。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排到后面去啊，帮忙承受一下这个打后排的人的这个伤害啊，不然会有那种切后排的嘛，麻烦。来，我们去打一下，略过。哎，我们现在还差六次，打六次，我们可不可以刷个高战力一点？哦，这个153，来 KO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他是玩，这是谁？哦，红心女皇，输出，哎，比我们白雪游历还高啊！哦，毕竟他这个前期厉害啊，对吧？前中期确实厉害，因为我们现在白雪游历还没上到十星啊。我们白雪游历上到十星后质变，对不对？多了那个爆率 20%， 哦，现在还没有，哦，到时候多了 20%， 哦，那时候就凶了，好不好？那时候就凶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，哦，攻击气3万，那，哦，我们比较高，没办法，输了，输了。哦，他这个也是上很多的点火了，上很多的这个点火。好，再来。不过我们最后还是赢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再下一场。但是我们的还没上到十星啊，那个女皇上十星其实就强度没有差多少。但是我们这个白雪游历上十星之后，这个强度质变。我们先来打这个吧。啊，这个2000多，哎，120万，这战力我们就碾压了。哦，这就不用说了。哦，这就先不用说了。啊，这战力碾压。好，再来。哦，这边有159万。哦，这个刚我们打就是他嘛？也不是哦，他也是白雪游历哦。来 PK 一下。但是我更想打这个，哎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有，我速度还比他快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应该过，信不信？来，会不会翻？哎，是不是越战？哦，越战一波。哦，越蛮多的，完全直接被秒杀，对不对？越了一波战力。哦，再来，我们再打个三场我们就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那场好了。还说我们那个就留着可以保存嘛，这就可以个人收藏。我们越战的部分呢，就把它收藏起来，到时候可以另外拍片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越战了10万战力，其实没多少，但是先保存。来，我们今天最后的三场就来挑战力高的，我们就是要越战。来看一下，好，168万。阵容非常厉害，比我厉害，还有女仆苏菲，对不对？哇，还有女仆苏菲，太爽了吧！我们看一下他的主力速度多少？2653，比我高，完了，比我高，但是他没有吃 buff， 有机会切，哇，切爆了，狙了，狙了，哇，他这个。应该被他控场到了，他这速度多少？哇哇，他速度这个比我快啊！被他控了，被他这个控到，应该是被他这个控了。
给大家看一下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被控到了，不然不可能会输啊。哎，我的阵容怎么没有变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可惜啊！等一下，我阵容怎么是这个样子？打架的话呢，阵容要用这个比较好，因为防白雪游历，切后排。因为他我们这个可以去吃嘛，吃白雪游历的这个伤害，就差蛮多的。来，再来试试看。有没有机会再遇到他？有，咻咻捧，咻咻捧，我们看一下。哇，他白雪游历速度快，来，切切看，切，又爆了！我操！哇，他这个白雪游历这么凶哦、啊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伤害，又翻车了。我们应该是白雪游历被切死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我们这个第二轮直接啊，我切不死他的那个，蛮可惜的，切不死又奶满了。哇，没办法。哦，看来我这个要换一下啦，我现在奶量基本上不缺了啦，我这个应该要稍微换一下，应该就够了。怎么换呢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觉得我们现在反而是怕切不死了，这样切不死人嘛，切不死人就差蛮多的，没办法让这个对手减员，没办法减员就其实就是吃亏。伤害不足，哇！他的这个白雪游历的，对啊，切不死人，可惜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做个调整。那怎么调整呢？我们就不要这个拇指姑娘了。啊，拇指姑娘就现在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太大意义啊。这个补血，我们干死人比较重要。那我们怎么弄呢？我们就把这个，啊。其实因为很多是要吃速度嘛，那这个不用，这个直接开场加，哦，开场加这个 buff， 对不对？我们这工具人可以上来，或者我们就上个减攻的也是不错，就是上这个谁，魔女地心，但是我们没办法上到六星就算，好吧？那我们这边就上改一下，一件脱下，符文脱下，来上我们的。人鱼利尔来增加我们这个一波流，那这边因为这个速度加上去也没意义啊，就随便装吧，加个攻击，然后看能不能让我们的那个补量再更好一点、啊、这边换一下啦，这可以开场加攻嘛，对不对？来。我们刚刚攻击就差一点，就可以把他白雪游历带走。如果把他白雪游历带走，我们刚那场就赢了。这个我们刚有赢过吗？这个应该赢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红心女皇的那个嘛，那个我们是赢的嘛。那我们再换下一个，去找到刚刚那个人。刚刚那个人是谁？我看一下，哎，这个168的，哦，这我打出他速度比我快嘛。被他牵制到，这是可惜的地方。我想打那个刚刚那个越他，刚刚那个白雪游历，我觉得有机会。又是这个小九，奸夫我们刚好越了嘛，越过了嘛。主要是因为我们速度比他快，先出手，先干死他了。来来来来，还有没有？怎么那么难找啊？找不到天气预报啊！找不到就算了，我不要切同盟的吧？要我怎么在切同盟的？你那边切同盟的，好了，不要切同盟的了，我们最后一个了，咻咻棒找到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切你个咻咻棒！啊，又 KO 了。这次啊，伤害又是打不出来，
又被秒了是不是啊？我看一下，又我没有杀到他、啊。开场有加攻击了，有点痒，伤害不足。不要秒杀我的一个。啊，我被控到，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打不死啊，对啊，好可惜哦、喔，我们现在真的没有那个女仆苏菲差好多、喔，人家都有，他们多了那个暴击，对不对？多了暴击就差很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哎，才有女仆苏菲啊，人家无氪都有了，我的脸真的是黑，黑到一个不行哎、欸，黑到一个，干，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人家都爽爽的女仆苏菲抽一堆，哎、欸，女仆苏菲是不是蛮好抽的、啊？我看好多无氪也都是一堆、欸，都是抽好多只。那为什么就我？就我抽不到女仆苏菲？算了算了，看起来我们这 buff 要再高一点，直接一波带走。buff， 哎、欸，这边两个水晶买起来。昨天有打那个竞技啊，但是我没空去竞猜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打到了十几名呢、啊，还是拿到了这个十几名。好了，最后抽一下吧，看能不能再抽到个外婆女仆苏菲。我觉得女仆苏菲现在对我来说话反而最重要、欸，不然我这个神的肥料都放着，不要再让我那么衰了吧，该转个运了吧。是不是？上帝为你关了一扇窗，是不是就要开另外一扇窗给你啊？欸，还是我们这边可以转换一下？这个转换的积分不知道能不能去买东西耶、欸？另外一款是可以啊，算了，先抽女仆苏菲，输起来，输起来。哎，嘿，看我黑到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玩了，啊，黑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怎么可以这么黑啊？怎么可以？转吧，我们来转一个白雪游历出来吧，可以让我欧一次吗？嗯，很好。白雪游历，白雪游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不是用那贝拉女神去转？搞不好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直接用一开始用贝拉就好了。白雪游历，嗯 ，OK， 又黑了，又凉了。哎、欸，真的是没有地方运气好的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可怕、哦，好可怕、哦。没有运气好的一个地方哎、欸，怎么办？保底王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现在还有抽抽吗？好像弹尽援绝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这集真长哦、喔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太黑了。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有一个什么感觉吗？感觉不知道怎么玩下去了，快撑不下去了，心情很难过。怎么有办法可以黑成这个样子？怎么有办法？对不对？到开局到现在有氪金，对不对？玩到现在居然就只抽了一只外婆，外婆加苏菲就只有一只而已。你们呢？在下方留言板留言，刚刚被分享一下，你们抽的这个状况如何，好不好？好想哭、喔，你知道那个眼泪那个默默的从眼角流出，真的是流出来了。对啊，因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呢？因为我就看到有个无氪玩家。V1 啦，也不是无氪，但人家第一天就已经三个了、欸，人家第一天就一只外婆，两个苏菲了，
就给我两个苏菲，我至少也可以把它升上去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多黑多黑，就问你有多黑就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呢？今天这一集，对，我这边还可以拿这个啊，忘记了。最后一个，海蒂，该转运了吧？不可能有人这么衰吧？一路衰到底，海底捞，风外婆，苏菲，干，就是能够一直飞，毫无悬念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直播呢，这一集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集再见。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下集了，拜拜。